班長正式開始之前都要喺呢度咧，就係多謝曬各位嘅同學啦、家長同埋老師咧嚟到呢個比賽嘅。嗱，一連兩日咧嘅比賽咧，各隊都難分難解啦，鬥到好激烈嘅，見到咁相信大家都最緊要係享受啦。而今次咧，香港中文大學三文籃球錦標賽能夠順利舉行咧，咁下列嘅單位咧係鼎力相助，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啊，今次嘅比賽係由中大體育部主辦。 比賽嘅獨家贊助就係Gym Aesthetics，仲有Life4Well飲品贊助補抗力水特嘅，多謝曬你哋。咁啊，策略夥伴咧，仲有兒童青少年身體素養學院Placy。好啦，事不宜遲啦，我哋而家咧就頒發咧就係較早前啊喺體適能嘅測試嘅獎項先。 好啦，除咗呢兩日嘅比賽咧，上星期都有球員嚟到呢一度咧，進行咗咧就係體適能測試嘅。呢個測試咧，咪係由策略夥伴 Place 提供啦。咁主要咧就係分兩大項嘅。咁啊，小學組嘅儲石階段測試啦，以及係中學組嘅咁啊，持區持嘅階段測試嘅。咁啊，測試入面咧包含咗唔同類型嘅項目啦。咁啊，希望各位同學咧都可以更加了解自己，從而有助你哋嘅發展潛能啊！ 好啦，得獎者咧，我相信都已經係準備就緒啦。呢個時間等我宣佈啊。好啦，先班咧就係小學組啊。咁當然我哋好高興咧，可以邀請到咧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副教副院長暨兒童青少年身體素養學院 Place 创办人沈剑威教授为我哋颁奖，有请沈教授。好啦，小学组咁啊，第一位得奖者咧系储石测试综合成绩男子组最高分啊，就系育贤学校嘅詹静。好啦，奖状一个，仲有奖金300元啊。好啦，可以褪一褪后，去到我哋 backdrop 前面影相，麻煩攝影師咧就準備，同埋如果家長又或者朋友仔咧都可以攞起你哋嘅手機咧喺中間準備啊！好，恭喜曬詹靜，麻煩沈教授留步繼續頒發啦。咁啊，之後咧就係儲石測試綜合成績女子組最高分，就係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嘅林先如，恭喜曬！ 啱啱見到佢哋打三打三嘅時候，都好犀利啊！同樣都係獎咗一個，仲有獎學金300。好，恭喜曬！咁之後做中學組咯喎，區池測試綜合成績男子組最高分有北角協同中學嘅黃仲文，恭喜曬仲文！ 咁去到中學組啦，除咗獎狀一個之外咧，亦都有獎學金500元證嘅，恭喜曬啊！OK， 之後咧就到區池測試綜合成績最高分嘅女子嘅選手就係會基書院嘅吳詠儀。 好得人驚啊！呢啲好得人驚，好得人驚。佢會望住，即係你拎唔到嘅，佢會幫你拎。好，收到，收到，唔該。你拎嘅時間好。好，恭喜曬啊！之後就到區池測試平板支撐男子組嘅最高分，就係北角協同中學嘅陳紀林。 会有奖状啦，仲有奖学金300。好啦，之后到女子组嘅平板支撑最高分啦，就系会基书院嘅吴詠儀，又系你啦，吴詠儀。好啦，俾啲掌声吴詠儀啊！
好，唔該曬。咁啊，所有嘅得獎者咧都記得喺側邊等一等，我哋稍後會有張大合照嘅嚇。好啦，頒獎繼續啦。咁之後到歌詞測試 L 字敏捷測試男子組最高分就係北角協同中學嘅劉子健。好，恭喜曬劉子健啦！接住落嚟就係同樣嘅項目，女子組嘅最高分，又係你啦，會計書院嘅伍詠儀，犀利犀利！好，唔該曬，恭喜曬伍詠儀啊！再一次。好啦，接住落嚟就到區池測試垂直跳測試男子組最高分啊！包括就係北角協同中學嘅黃宗文同埋陳紀林兩位啊！我哋再一次俾多少少掌聲好唔好啊？係啦，好犀利啊！OK， 恭喜曬兩位。好啦，咁啊，屬於中學組最後啦，垂直跳測試女子組最高分，會計書院伍詠儀。好啦，大家唔好因為佢次次都係佢攞獎，但係就俾少咗掌聲，其實都好犀利嘅，繼續俾掌聲。好啦，咁開心，我哋一齊連埋所有嘅得獎嘅運動員啦。咁仲有我哋邀請咧就係 Gym Aesthetics 嘅董事總經理 Miranda Wong 女士為我哋同我哋一齊合照嘅，係啊，係咁開心。好啦，所有嘅運動員都可以出曬嚟啦，得獎嘅運動員。好啦，可能我哋分翻運動員分兩邊係嘛？有兩個係啦，企過嗰邊嘅係啦。好啦，麻煩攝影師幫我哋排一排啊，排靚啲嘅，影張靚啲嘅相。OK， 唔該曬，恭喜曬所有得獎者，亦都唔該曬 Miranda Wong 同埋咧就係沈教授嘅嚇。麻煩兩位就坐先。跟住就要小心啲啦。係啦。係 OK， 好好好。小學女子先係嘛？係小學女子組。好啦。哇！香港中文大學體育部高級講師黃安東先生。嚇、啊？呢啲咧掉咗啊？掉咗啦，掉咗走咗啦。好好好好。好好全部都係東城班神。OK。係。好。好啦，接住落嚟咧，我哋會頒發咧就係各個組別嘅團體團隊嘅獎項啊。首先就會係小學組嘅。呢、這個時候咧，我哋有請頒獎嘉賓啦，就係香港中文大學。體育部講高級講師黃安東先生，咁仲有咧就 Live for Well 嘅聯合創辦人 Mr. Tayson Choi， 麻煩兩位。好啦，首先我哋頒發咧就係小學女子組嘅殿軍先，就係聖公會鳳基千禧小學，恭喜曬！咁每人係可以得到獎金200元正嘅。好，我哋移一移去中間啊，係啦。OK， 恭喜曬啊！好啦，咁可以咧就喺側邊等一等，係啦。好啦，麻煩兩位繼續為我哋頒獎嘅，唔該曬。好啦。第三名即係季軍，就係屬於香港嘉樂室學校。三個42號，同埋42號左右兩個女仔。
飲曬就得啦。嗰兩個一頂完就可以去。好啦，望望中間啦，最緊要我哋大會嘅攝影師啊，影到呢張靚相啊！OK， 恭喜曬！好啦，麻煩同學仔咧可以喺側邊等等。接住落嚟就係亞軍嘅獎項，屬於崇真小學暨幼稚園。小學部。小學部嘅。小學女子影一張啦嘛，就 OK， 恭喜曬，好啦，咁啊，即將就係頒發冠軍，冠軍就係寶良谷林文燦英文小學，犀利啊！啱啱我哋喺 A 場嗰度啦，都有睇到咧呢一場嘅冠軍戰啊，非常之精彩。好啦，冠軍嘅球員咧係每人有1000元嘅獎金啊，正啊，好開心！亞軍係500元嘅獎金，季軍咧就係300，而殿軍就200啊，大家皆大歡喜啊！好啦，影完冠軍，我哋不如邀請埋咧就係亞軍、季軍同埋殿軍一齊。女子組小學部咧影張合照啊！好啦，有請得獎嘅運動員，女子嘅小學組嘅運動員啊，大家可以 close 啲啊，係啊，因為我相信大家其實本身都認識噶啦，同埋可能因為今次嘅比賽咧，大家做咗好朋友啊。好啦，不如我哋排兩排啊，係啦，有啲嘅同學仔可以企前排喎，係啦。好，褪過你哋嘅左手邊啊！你哋嘅左手邊係啦，褪一兩步，細步係啦。OK。好啦，麻煩兩位嘉賓繼續留步幫我哋頒獎。係啦，我哋仲有男子組嘅獎項啊，辛苦曬。好啦，男子組我哋頒發咧就係小學嘅殿軍啊。咁啊，殿軍係屬於聖公會德田李少強小學，恭喜曬。啱噶嘛？我依度啱嘅。呢個。我依度啱嘅。因為呢個頒獎嘉賓啱嘅。係。呢個係。得獎名啱，頒獎嘉賓係你個先啱，得你個先啱，係呢個先係呢個先係啱。得我就俾少少阿 Low 啊。OK， 恭喜曬啊！好，得獎嘅運動員可以喺旁邊咧等一等，我哋陣間都會有大合照。好啦，接住落嚟就頒發小學男子組嘅季軍，屬於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啊！恭喜曬。好了，戴翻好啲先啊！OK， 恭喜曬！接住落嚟頒發亞軍啊！亞軍係漢斯德瑞學校，咁啊，我記得喺 B 場嗰度咧打到好激烈啊！呢場決賽啊，咁雖然我哋可能係掛住 focus 喺 A 場，但係我知道咧呢一邊咧係好多好出色嘅球員，都打得好精彩。
OK，Thank you， 好啦，喺側邊等一等啊。好啦，冠軍啊，冠軍就係屬於玉燕學校，恭喜曬！好啦，我哋不如邀请埋咧，就系其他嘅得奖队伍咧，一齐嚟张大合照好嘛？好啦，我哋邀请埋咧，其余嘅几间小学啦，包括咧就系汉斯德瑞学校，系啦，可以过埋嚟喎，系啦，我哋一齐冠亚季殿军，影张大合照啊！好啦，可能有啲同学仔要企前边分两排啦。係啦，少少可能踎低啦，係啦。好，移過你哋嘅左手邊，你哋嘅左方啊，移動少少。OK， 可以望望中間。OK， 恭喜曬咁多位得獎者，亦都唔該曬咧 Tayson 為我哋頒獎，但係麻煩咧就係高級講師黃安東先生為我哋繼續留步頒獎嘅，係啦，辛苦你。好啦，呢個時間 ，sorry， 係小學男子組嘅球隊，你可以去住嗰邊領取你嘅獎品啊。OK， 好，咁我哋交翻俾阿 Tayson 球隊先啊。好。咁呢個時間咧，我哋邀請咧就係 Web3 資深顧問 Leo 李奧為我哋一齊頒獎嘅。咁辦法咧就係中學組嘅獎項啊！好，呢個時間咧，我哋先頒發就係中學女子組啊！女子組嘅殿軍就係寶閣中學，恭喜曬！咁啊，可以得到咧每人200蚊嘅獎金。我哋可以望望中間。OK， 恭喜曬！麻煩寶閣嘅中學同學咧喺側邊等一等，稍後大合照啊！好啦，接住落嚟就係貴軍協恩中學。好，恭喜曬協恩中學，可以喺側邊咧等等啊。落下。好，接住落嚟係亞軍會基書院，恭喜曬會基書院。中學啊，永龍中學，掂，唔該你。係啊，記得有啲咩奇形怪狀嘅嘢咧，提一提我。萬一去到嗰陣時，我企咗喺度。OK， 唔該曬，可以喺側邊等等啊，會基書院嘅同學。好啦，冠軍咯喎，冠軍屬於浸信會永隆中學，恭喜曬！好啦，不如我哋請埋咧就係亞軍、季軍同埋殿軍嘅得獎隊伍一齊大合照啊！好啦，我哋同樣都可以分兩排啦，係啦。
分兩排係啦，可能有啲人前排嘅同學有少少係啦，烏低少少啦，係啦，前排。好啦，最緊要唔好遮到啊，揾到位俾大家影到你啊！OK， 再一次恭喜曬得獎嘅隊伍。咁兩位嘉賓繼續留步，為我哋頒發咧就係男子組啦。好啦，男子組方面啊，中學電軍張振興、鄺麗舒遠，恭喜曬。中學組咧同小學組嘅獎金咧都係一樣啊！殿軍係200，季軍係300每人，咁啊亞軍係500，仲有咧冠軍咧係每人1000蚊嘅獎金啊 ！OK， 咁啊麻煩張振興嘅同學仔可以喺側邊等等，接住落嚟頒發季軍。季軍屬於北角協同中學，恭喜曬！好，恭喜曬北角協同中學嘅。接住落嚟係亞軍，北帥藍書院。掌聲俾北帥藍書院嘅同學。好記得呢場決賽咧，打到去要黃金嘅兩分啊，先分到勝負嘅。因為在法定時間是10分鐘裏面是19平手啊。好 ,OK, 那麻煩拔帥藍孫的同學旁邊等等。好了，接著下來是頒發冠軍啊，中學男子組就是屬於喇沙書院，恭喜曬。咁喺頒獎同時啊，咁有啲隊咧，你已經攞咗獎啦，已經攞咗獎都未曬，千祈要留意你仲有個人獎咧，係你班嘅，係啦，咁所以你記得要留步啊！我哋仲有最佳射手獎同埋 MVP 最有價值球員嘅，所以咧，就算你已經攞咗團體獎啦，咁你記得要留步，因為你哋越做，特別係你攞冠軍嘅，咁你係會攞得到最有價值球員嘅有機會，所以記得留步啊！係啦，咁可能大家俾多少少耐性啊，等我哋頒曬所有獎就會頒個人獎噶啦。好啦，麻煩所有嘅得獎隊伍一齊，係啦，係中學嘅男子組一齊咧，係影張大合照。大文，繼續繼續係而家繼續呢個班定係點啊？我見你大專組有啲唔同喎。大專組，跟我呢個一定係準，跟呢個。得，好。好，最緊要唔好遮到啊！好，恭喜曬得獎者，亦都唔該曬 Leo 為我哋頒獎。咁麻煩咧就係黃高級講師繼續幫我哋頒獎啊！好啦，接住落嚟我哋會頒發咧大專組嘅獎項嘅。呢個時間我哋邀請咧就係中國香港壘球總會會長 Frankie Wong 為我哋頒獎，有請 Frankie。好啦，
冇辦法，大專組嘅女子組先啦。殿軍就係屬於香港中文大學，恭喜曬！少少係啦，夠曬正中間。去邊間啊？之後浸會。OK， 恭喜曬！接住落嚟頒發季軍，就係、是、香港浸會大學。恭喜曬香港浸會大學嘅同學。去到大專組咧，喺個獎金方面咧就加咗碼啦。咁啊，殿軍係有300，季軍就500嘅。咁每人啊 ，OK。咁啊，麻煩浸會大學嘅同學可能喺側邊等等，稍後大合照啊。好啦，接住落嚟係亞軍，亞軍屬於香港大學，恭喜曬，每人可以攞到獎金1000元啊。我哋要開始捉翻啲小姐射手啊嗰啲出嚟走啊！你捉啦，靠你！而家趁佢哋喺度，你捉啦！周圍，聽話周圍。你直頭知邊個噶嘛？你你知邊間啊？捉佢先。走咗喎，一早攞包走喎。OK， 可以側邊等等啊！接住落嚟係冠軍。冠軍是香港理工大學，恭喜曬 ，Poly U 攞到大專女子組的冠軍。咁係每人獎金2000元啊！唔宣布啊！好嘅，我哋不如大合照啦，邀請埋咧其他嘅大專院校咧一齊亞軍、季軍、殿軍嘅同學仔，係啦，同樣分兩行我哋嚇。殿軍應該唔喺度，應該 City。咁必有冇代表領獎啊？冇。喂，大文會唔會 City 揾個代表求其影咗相算啊？你求其揾個代表啦，代表啦，你幫我都得啦，你做個儀式啫嘛。OK， 恭喜曬得獎嘅運動員啊！亦都麻煩兩位咧繼續留步嘅，因為我哋會頒發咧就係男子嘅大專組嘅獎項嘅。好啦，咁啊男子大專組嘅殿軍係香港城市大學，咁啊我哋揾一個代表咧就代表城市大學嘅球員領獎啦。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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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恭喜曬大文啊！好啦，咁啊，大專嘅季軍係屬於香港大學。仔去唔去練波啊？好啊，好啊，你等埋我咯，仲可以食個飯。仔去練波入域。Kyle 係好勁啊 ，Kyle 好勁。進步大。不過我冇睇佢打啊嘛，我唔知。今日 MVP 係東。佢都明㗎啦。OK， 恭喜曬香港大學嘅，可能喺側邊等等先。好啦，接住落嚟係亞軍，亞軍屬於香港科技大學。好鬼高喎，個個都黐線，
佢嗰啲六尺三四咁啦。OK， 恭喜曬香港科技大學嘅。好啦，我哋頒發大專男子組嘅冠軍，冠軍係屬於香港中文大學 CU 主席。喂喂喂喂喂，喂喂，呢、這個好啦。喂喂喂，冇喎、啊，都冇喎、啊。testing testing。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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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testing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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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ting， 好重啊！冇我哋呢個呢個啊，我哋呢個有嘢，好有份啊呢個。喂喂喂 ，testing， 好，我哋不如其他嘅隊伍好唔好啊？一齊合照。喂喂喂 ，testing， 喂喂喂。喂喂喂 ，testing。睇下先。好嘅，兩行啊。高嘅前面，更高嘅後面啊。喂，唔得喂，企後少少啊。企後少少，企後少少，唔得唔得唔得。testing testing。好，準備好。係啦，冠軍喺翻中間先。係啦，其他喺側邊揾到位啊。OK， OK， 恭喜曬，恭喜曬，恭喜曬啊！係啊，係啊，我哋再邀請埋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副院長暨中大體育部主任梁鳳年博士為我哋頒獎，唔該曬梁博士，唔該曬你哋兩位。掉咗啊，掉咗。好啦，好嚟啦，最佳射手。最佳射手先。好，我哋先班咧就係小學嘅女子組啊。好啦，最佳射手就係林文燦嘅葉子柔，入咗八球嘅兩分入球啊。哦，我呢度冇改，激死。哦，sorry， 拜拜。好，恭喜曬葉子柔嘅。之後我哋頒發男子嘅小學組別啊，咁就係麥瑞南書院嘅殷浩瑩啊，恭喜曬入咗七球嘅。咁啊，同樣都係可以得到獎座一個啦，仲有獎學金五百嘅。佢哋嚟唔嚟帶入咗？要啊，但係。得，呢個原因都走，我哋之後再嚟，去保齡已經係輸完翻嚟嘅呢個輸完嚟。好，之後咧就到中學嘅女子組啊，有會基宣嘅梁海晴，恭喜曬。頭先寫咗中學咩？唔係，呢兩個應該都冇 MU 同一咗一中。代領定點？係咪代領？喺度我見到係咩？啱啱見到好似係喎。咪入咗十三球啊，梁愛晴，好犀利 ！OK， 恭喜曬梁愛晴喺側邊等等先。接住落嚟係男子嘅中學組啊，有圓圓一中嘅黃柏希。好啦，我哋有代領啊。係啦，有啲要事行開咗，所以我哋代領。好啦，好下一個啦，我哋。跟住到大專嘅女子組，就有都會大學嘅羅雪瑩，恭喜曬！咁啊入咗咧就係十一球嘅。獎就俾咗，支票俾我。OK， 恭喜曬羅雪瑩喺側邊等等先，稍後大合照啊！好啦，接住落嚟係大專男子組嘅最佳射手，就係、是、香港中文大學余之俊，恭喜曬！主場之利啊，
寫得準啲啊，果然。好期待決賽咧，佢最少都五球啦，起碼。咁啊，總共係入咗十球啊，係可以得到獎座一個同埋獎金一千。好啦，其他嘅得獎嘅運動員都可以咧一齊嚟張大合照啦。個人獎項方面啊，係最佳射手啊。MVP 呢？好，係咪繼續 Raymond 班呢？唔係喎，跟我喎，唔係喎，你係 OK， 恭喜曬，恭喜曬，唔該曬咁多位。熱身要繼續好，可能麻煩梁博士繼續為我哋頒獎，係啦，繼續為我哋頒獎。好啦，唔該曬 Raymond 啊，咁啊喺即今次三打三咁成功咧，都有好多即唔同嘅界別嘅支持。而暑假咧，其實一路都有好多活動嘅，咁啊有跨界別嘅人士支持啦。而喺2024世界棍網球女子 U20 嘅錦標賽咧，會喺8月上演啦，到時大家記得支持啦嚇。好啦，接住落嚟咧，我哋仲會頒發咧就係 MVP 嘅呢個時間，我哋有請咧就係 Gym Athletics 嘅董事總經理 Miranda Wong 女士為我哋頒發 MVP 嘅獎項，麻煩曬兩位。好啦。好，先班咧就係小學女子組啊，有林文燦嘅林先如。好多 fans 啊，大聲啲。好開心啊！我可以得到獎狀一個同埋獎學金500嘅。好啊！恭喜曬林善如，喺側邊等一等。接住落嚟頒發小學男子組嘅 MVP， 屬於育賢學校嘅陳明森，犀利犀利。九號就係呢個，我以為入咗好多球啦，佢嘥入咗好多球。好，恭喜曬，恭喜曬陳明森同學。側邊等一等，稍後大合照。好啦，接住落嚟係中學女子組啊，屬於永隆中學嘅姜海瑩啊，恭喜曬姜海瑩。我哋係會喺冠軍嘅隊伍裏面咧，就揀出一位 MVP 最有價值球員啦。同樣都可以獲得咧，就獎座一個同埋500蚊嘅獎學金。好，恭喜曬！接住落嚟係中學男子組，喇沙嘅羅家昌，恭喜曬！竟然係佢嘅，我唔知啊。仲要關鍵波，都係嘅，連續兩球啊嘛，都係。咁啊，好記得羅家昌咧喺嗰場比賽嘅後段係連入兩球兩分㗎嚇，好犀利啊！好啦，家昌喺側邊等等先。好啦，之後就到大專女子組，女子組嘅 MVP 就係屬於 Poly U 理工大學嘅李樂瑤，恭喜曬！咁去到大專組咧，就可以獲得獎座一個同埋1000蚊嘅獎學金。恭喜曬！可以喺側邊等等。最後去到大專嘅男子組嘅 MVP， 中文大學嘅余之俊，又係你啦！啱啱攞完個最佳射手啊，之後就攞到 MVP。就喺場決賽裏面啦，表現得非常之好啊！亦都協助香港中文大學喺呢度攞到冠軍嘅，冇噶啦嘛！好啦，我哋一齊嚟張大合照好嘛？全部嘅 MVP 啊 ，MVP 們，我哋可以一齊去到中間
咁喺一個咁高水平嘅比賽裏面可以攞到 MVP 咧，相信喺未來啊，無論小學升中學組啦，中學升大專組，甚至大專再升上去啦，喺甲一組都可能見到你哋，甚至可能喺港隊嘅賽場見到你哋啊！希望你哋繼續加油。好，恭喜曬，再一次恭喜曬，亦都唔該曬兩位嘉賓為我哋頒獎㗎。